五分钟叮出鲷鱼烧。鲷鱼烧在日本街头就吃不少了，咪以为很难整，只要有了呢个帽，话都冇咁易啊！呢个鲷鱼烧套装包括模具、混合瓶等等，只要跟说明书做就可以了。将牛奶、鸡蛋、糖和班戟粉倒入混合瓶里面，用力摇约一分钟摇到它均匀。放少少油在模具上面，方便之后倒模。将混合后的材料注入模具里面，每边加到约六成满，在其中一面放入小鲷鱼模，放入微波炉用500W的热力叮大约1分40秒。叮起小鲷鱼模之后，在粒位加入红豆馅，等它冷却一阵，将两边接合黏住就完成了，不用五分钟就搞定。口感没有一般鲷鱼烧那么脆，颜色亦较浅，真的黐住了，真的可以整啊！还可以按你的喜好整朱古力味或者绿茶味添。